台独天使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好。哇，假扮谁啊？这个活动我应该要参加，因为我每天每个礼拜六早上有固定的太极拳的课程，不上课会被除名。我还是赶过来。那这个活动我也应该参与，不过我前天才从马来西亚回来，我去做一个巡回的演讲，也是讲无毒生活。各位知道，台湾的黑心食品跟这些毒的假食物，连闻全世界，连水都知道，连中南美洲的食人族部落都知道。有一个食人族部落抓到了一个美国人，抓到一个韩国人，跟抓到一个台湾人，要开始吃他们的肉。一开始抓了美国人来，美国人说：“你不要吃我的肉，我长得这么肥，对不对？就是肥肉不好吃。”食人族跟他讲：“没关系，肥肉割掉，我们吃你的瘦肉就好。”就把它吃掉了。韩国人说：“你不要吃我的肉，我全身都是假的，全部是医美做的假的。”我说：“没关系，假的部分拿掉，我们吃你真的部分就好。”你把它吃掉。轮到台湾人说：“你千万不能吃我，我全身都毒，你一吃马上就死掉。”那食人族惊着不敢吃。这不是故事哎，这不是笑话哎，讲笑话是蒋经国的私生子蒋孝勇的弟弟叫他讲笑话，这不是讲笑话。这是我编的故事。我的意思说，台湾人最近食安的问题一直爆不完。对，那大家活在这里面，啊，大家都麻痹起来嘞。啊，什么银爪染这个烧着纸钱的黄色的染料，哎，发现说几年不会褪色，我拿来捏，剁干脆好，熬这款嘞。啊，然后怎么样呢？这一些人赚了黑心钱，结果呢不会有罪的啦。这问题根源在哪里？三个问题根源，台湾三个问题根源要解决。第一个是民众的观念要改，政府的观念也要改，民众的观念也要改。第一个民众的观念要靠教育工作。我认为今天参加活动的伟大的台独天使都要负起这样的责任，教育民众。我买的羊菇需要不需要非常白？我买的豆芽菜要不要又白又胖？我买的豆干制品要不要非常黄又花亮好看？我买的馒头需不需要非常的白？都不需要，天然最好。民众的教育工作我觉得是最重要。中华天然台独养生协会在这一个领域负起的非常重要角色，要做教育。第二个也是政府的观念，这一次的黄豆染黄的事件，黄色色素是香港检验出来的呢。我们没有这个项目哎。毒油事件，我们检验四个项目，欧盟检验20几个项目。所以从立法要改革，我们要找一些热心的民意代表，从立法来改革压迫政府。今天我的学弟呢，环保史呢，处长发表一篇哦，我看了差点晕倒，差点撞墙。依然发表说，染豆干的黄色色素是染料，但是没有毒性。你听了会不会晕倒？啊，我不知道哪个，反正政府官员都有理由。啊，我看了一下政府官员哦，在电视我都很难过，不是我的同学，就是我的学弟。啊，我都跟我家人讲，你看他们鼻子越长越长，他们说没有，我都以为每个人都在说谎。每个人都在说嘛，基本上政府官员的态度绝对要负责任。每天发生问题，一直推，一直推，一直推，然后到最后厂商没事不了了之。到今天呢，鼎新还不认罪，一共我在做工地嘞。哇，真的要晕倒，卖黑心的卖到能够拥有101的股权，然后要卖给马来西亚的 IO1， 我把它念成101，马来西亚的101要还买台湾的101，也是 IO1，IOI 啊。你看，卖黑心酒能够赚那么多钱，那我们一直在吃东西，慢性自杀。你也不晓得什么时候食安引爆会停，停不了了。下一波，我敢大胆预言，有两个：第一个，有机是不是真的？大部分是假有机。第二个是基因改造的 GMO， 因为我写了一本书。恐怖的十大食品添加物在台湾畅销，在海外照样畅销，他们已经开始紧张，说台湾是他们的界限。所以我们台湾不敢喝果汁啊，
我到马来西亚去，我喝了我大概往后的一年，在台湾想要喝的果汁，我在马来西亚一口气喝完，因为台湾的柳橙汁里面没有柳橙，对不对？凤梨汁里面没有凤梨，啊，厂商怎么讲？啊，本来就正常啊，啊不，老婆饼在告老婆，啊不，太阳饼在告太阳，也没有啊，所以柳橙汁没有柳橙汁是正常，啊，这台湾就是这个样子，啊，怎么办？靠在今天参加活动的所有伟大的台独天使，要不要为自己鼓掌？加油！ Yeah! 所以，就像总指挥讲的，今天的活动是开始，不是结束。嗯，我们相信抛砖引玉，我们还有下一波的。我们要破政府，你要立法，你的毒性的管制不是这样管，嗯，不是这样管。你要比较欧盟，比较全世界最严格的，台湾要比别人更严格。否则我们吃了全身中毒，只有一个好处，被食人子抓到还不敢吃完，啊，只有这样子，全身都毒，啊，这是很美丽的悲哀的笑话，这是对台湾是一个非常大的讽刺。我这次在马来西亚、新加坡才发现说，所有这些东南亚人对台湾的东西完全失去信心。没有的话，我们的下一代怎么办？我们下一代怎么办？所以，我相信这个活动绝对能够带动。每一个台湾人都希望都无毒生活，在这的媒体啊，记者朋友，请你也把我们的理念宣传出去。中华天然排毒养生协会永远是推动无毒生活的最前锋，各位伟大的排毒天使，永远是台湾的 pioneer， 永远是以后历史上会记上大家一笔的啊！为自己鼓掌吧！所以往后的日子，我们还有日常的路要走，我们也期待。我们今天的活动能够带动所有台湾人观念改变，还有政府官员观念改变，所有的民意代表、立法委员能够重视来好好的修法，来做推广教育的工作。好，谢谢大家。